来谢谢回来好来哟、哦、阿伯可听的歌曲哦谢谢谢谢高雅谢谢一涵谢谢三个三草四个四嫂美丽家族大家好现场的好朋友大家好台的飞飞，谢谢姐的演唱哦，哇！台湾的郭品硕的音幕，对，昆城啊音幕，昆城大哥的弹唱，对，副帮助，那你讲了，我不是啦，副团助了吼，七星丹台的免等啦。有人去后面，来来，以前去享受啊，人生真就是这样。人总是就是总是让阿阿婆较久啊，无唔对。但咱这条路一定爱行，但伊既然爱行，那个爱要行，那爱祝福伊啊。真的要祝福他。是啊，你想伊无好，
你不要想他，越想我们越难过。哎呀，虽然你，你想他你也放不开，他也走不开啊。哎，虽然吼，咱恭喜金刚丹呐，但是这个路一定要走。时间会把一切都冲淡了。对啦。但你要想，你得个想，一行未开，对你来讲你是更加。哎，对他也不好。不要，就要把他放开，让他好好的走。让他完成了。对啊，他已经先完成，先享受了。对啊，让他老弟这样来走。对啊，我你不完成啊，像咱你搁在家里拍名对不对？你还没完成，我你讲。对啊，因为对啦，因为阿高兄你讲拢对哈，啊就是我们是安尼想，阿姨。嘛是一直也无离开阮，也搁一直甲阮住做伙。哦，安尼好啊。嘿，啊，伫遮我就是我若要特别个介绍一下，讲虽然讲阮先生已经去做神啊来讲，哈、哦，然后就是说，就感谢阮身躯边遮朋友，大家嘛是搁互相相敬。我们现在的名称就是美丽之星。就是阮即马就是有一个团队伫个，啊，就是爱感谢我们幕后的那个帮我们作曲跟编曲的老师许仙许老师，所以讲阮的美丽之星即马也阁继续陆陆续续哈，每个月还是有阮一首歌。啊，即马阮的美丽之星就是阮即马做搞的，书拢放好伊家己写，所以这就是阮的特色，哈。啊，所以讲，大家希望大家嘛是多多帮我们这些素人哈，多多的传唱，就这样。哎呀，我来家青蛙拢会传唱啊，你吼。嘿，啊，大家挂好电，挂人拢会传唱，哦。谢谢，感谢，谢谢啊，麻烦你让飞飞哦。谢谢，好，谢谢他，谢谢来，我再给他安排一。